开始。 你不喝？我现在看到茶，就想起酒，想到酒，就我也想起我的化学体。形成条件反射的，说明我制定的课程行之有效啊。师傅，你告诉我，你带我来这儿喝茶，不会就是为了先让我学会泡茶，然后再教我什么历史体育的那些？我先告诉你啊，我高考不用考那些的。别慌，我今天带你来这儿，是要给你讲个故事。 这个故事呢，是在很久以前，要从佛爷在的九门说起。现在的九门跟那时的九门完全不一样。
那时候的九门虽然也有矛盾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在佛爷的号召下，他们总能统一阵线，并肩作战。佛爷不在了，这九门也完全变了。九门协会会长张日山，他一直尽职尽责，一直遵循佛爷的叮嘱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因为这个时代变了。 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下，已经完全没有我们的位置。即使你有无穷大的力量，也无能为力。怎么会呢，师父？你那么厉害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。记住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武力解决的，还有他们。 汪家，有了他们，让现在的九门走向了末路，这是一个死局。也许现在的九门被时代所淘汰，也是件好事。这张会长说的。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呢，偏偏不信这个，非要跟这个时代对着来。你是说吴邪？ 我觉得吴邪和九门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。曾经的他是那么的天真无邪，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——张起灵。张起灵离开以后，他满可以做回自己天真无邪的小三爷，但他非要选择留下。为了找到张起灵，他去了很多地方，最后在那座雪山上制定了他所有的计划。 他要将现在的九门，还有汪家连根拔起。我觉得吴邪的感受，我也有一点懂。之前压力不见了，刚开始我说服自己，说这事儿跟我无关，我也帮不上忙。后来压力回来了，我却什么都没为他做成。见到他，我还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。回想起来，其实我挺惭愧的。所以这次他去沙漠。 我告诉自己，无论说什么，我也要跟上他，不能再把他弄丢了。所以你跟杨好就跟着去了。对，但是这次不仅是压力，连好哥也弄丢了，他去了霍德夫那儿了。现在这样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，不然我会没法原谅我自己的。没事儿，没了他们，不是还有师傅我呢吗？师傅你就算了吧。 你除了会讹我，就只会虐我。我要是不虐你，你怎么进步是不是？师傅，我觉得今天你有点不太一样。是吗？嗯。所以，我也掏心掏肺的讲了我的故事，就算是礼尚往来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 走啊！去哪儿？带你上第三节课，快点走吧。什么人啊？报了仇，泄了恨，怎么还一脸失望？立三和八面红藤处理的不错。 那些个社会渣子处理的也不错，短短几天时间，你真是越来越有模有样了。我说过你是在为你自己做事，所以你不必对我摆出这种姿态。况且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我来这就是看看我们的杨经理办完了事儿。 怎么不回锦上洲汇报？我猜，是对过去的兄弟有留恋。既然我说我自己做事儿，我做什么事，没有必要一向你汇报吧？我去哪里，更没有必要通知你吧？看来，你还是放不下那两个小子。你越是对过去有留恋，就越狠不下心，就。 差那么一点儿。
我们的分府会照做，但我的事不用你管。自从人家离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剩我自己了。 最近任务都在沙漠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哎，做女人真是又麻烦又费钱。每天往脸上抹的全是钱，拍一次爽肤水5块钱，抹一次精华10块钱，用一次眼霜8块钱，抹一次净霜10块钱，还没上面膜和美容仪呢。还好有爱钱进投资 APP。 每天的投资回报就可以轻松搞定护肤和化妆的开销，还能再多赚几块钱呢。爱钱进投资 APP， 投资回报看得见，还有银行存管，你的美丽，他买单。爱钱进，小小幸福天天见。账。师傅，山木，得下课啊，师傅。你的敌人不会等你上课了再来攻击你。 再来，偏了，来就来。今天我就形象的来教你，你的关节是如何阻碍你运动的。把头转过去，看我。 师傅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现在的速度还不算快。不是吧，这都不算快？如果光线在暗三分，只能听到我移动的声音，根本找不到我在哪里。其实并不是我的速度快，而是你的速度慢。我打游戏的时候速度可快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换你。 师傅，你行，我就不信我不行。师傅，你怎么这么快啊？因为我的关节运动幅度很大，不用身体移动就靠预判，就能捕捉到你的动作。师傅，你这是开挂！反正我学不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东西学不来。 是你的定式思维阻碍着你。什么意思？像你这样的人，首先要明白，如果一件事情用眼睛去确定，那你就死定了。那我不用眼睛，我不就是瞎子了？所以你是定式思维，不能用眼睛来确定。那我用什么确定啊？在你的眼睛看到什么之前，就要做出反应，而这个反应就是预判。 师傅，我听说现在上课的地方可是包餐呢。那儿别人，我这儿不包餐，要吃回去吃去。好吧。啊？看在你今天努力的份上，我今晚的宵夜就给你了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我爱你。等你吃完之后，继续训练。 还要训练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或许。
你的体质提升上去之后，我还有别的教你呢。比如？比如高尔夫球、调酒啊，或者还有其他的。但是我会累啊。社会正事儿，你的速度和关节弧度、近身搏斗问题很大。那我只要不近身，拉开距离就好了。就算不近身搏斗，十米距离，投掷好的人直接干掉你。我不信。那好啊，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师傅，你手边好像没有可以扔的东西哦。你说的。我说过吧，十米之内干掉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退出。我是祖国的花朵，我长这么大，我爸妈都没打过我，而你，你一天打我多少次了？你想怎样？我要你以后不准打我。不打就没法训练，那你还是别来了。不，回去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不用再来了。师傅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错哪儿了？作为祖国的花朵，我不应该好吃懒做、先当前累，我应该发扬优良的传统。所谓。事过在前，享受在后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我知道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师傅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我都那样求你了。那行，你让我退学，那你把学费退给我。开玩笑呢，别那么认真。师傅，那就是说我明天还可以上学，我明天还可以接着来。从明天开始来满一整月。啊，Abandon 放弃 ABANDON ABANDON 豆糕师傅每天这么训练我，我都没时间背我英语单词了。 A B A 好哥，好哥，真的是你。好哥，你别装不理我。老板娘，齐少，杨好，苏大少爷，你在这儿浪费什么时间？回去背你单词吧，啊！浩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直认你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大哥。你不要继续跟霍大富那个混蛋了，你奶奶知道了也会不安心的。别提我奶奶，那群渣子我已经教训了，我奶奶知道一定很开心。朋友，你和黎簇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，与其被你们这样毫无价值的利用。霍老夫至少能给我想要的。你要怎么才能跟我走？把这些酒都喝了，我可以考虑离开锦上珠。浩哥，我明天还要考试呢，要不我请你去唱歌吧，陪你玩到尽兴。我喝，我喝，我都喝，我都喝，我都喝，我喝。
苏安，你先走。 老哥，你是我们看不起你，那你看得见你自己吗？其实，你知道吗？最没用的就是我了，我都帮不了你和亚历，亚历现在都不见了，你也跟了霍道夫那个混蛋了。如果当初没去那个沙漠， 那我们还是可以和以前一样，我和亚历一起备战考试，有空还可以陪你玩玩游戏，踢踢球，那样多好。苏安，别喝了。 酒，还有那么多，我不把他们都喝完的话，好汉就不会跟我走了，给我，给我，叶子，回家。 不要再灰锦上珠了，霍道夫他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不，你跟我去找黑眼镜吧。你不记得了吗？昨晚喝酒输了，现在输的不算数。那我们可以比点别的，我可以跟你比打游戏，或者我跟你决斗。现在的我，不会再输给你了。还不明白吗？我们不是一路人。
你有房有车，家庭美满，一蹴也能捧着，只有我再活双翅。豪哥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在古铜精的时候，我被追杀，被逼跳崖，还被蛇咬，可我都回来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包里带那么多东西？因为可以在关键时刻救大家。我心里想的是同伴，是你们。考试快开始了吧，副主任。Please， 我拒绝。Why？ 因为你们现在还不信任我。等你们真正信任我了，我再读。这样对你我都好。姑娘，不要看雪山太久。一次没关系，忙几次了，就真的忙了。这雪还要多久才能化？还要再封一阵子山，但不会太久了。时间到，交卷子。
去了。那鸭梨他去哪儿了？哦，鸭梨他去了一个地方。我就是问你他去了什么地方。鸭梨他去保护世界和平了。保护世界和平？神盾局啊？那倒不是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哎，小子，我站住！黎簇不在了，换你小子了是吧？正义，你有完没完？你疯了吧？我可想死你们了！大哥，你别误会，你嫂子，我嫂子，我哪敢？少！哎呦！正义！我错了。后面，要你们废话！正义在那，报警了！大哥，我再也不搞了！我觉得你找死啊，你们！这小子身上有刀。仗着少情狂，艰辛拉扯难，悲剧趟过风雨场。现在的九门协会会长，满身万幸显名场，也不多体谅。分手一回勾一张，杀害奔忙，哪来年少多感伤，一心向南墙。别来这别指望没人被你会无妨，别人真切记得想，平添扰乱蹉跎善良。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虚掷心何慌，其实我曾吐心如不过两鬓雪与霜。似是年便是年，熬过命数一粒线，只想再见一面。一我一我一，不论今日一日相偏离，云涌东西悲呼狂喜，不过千年千人语。我本桀骜少年尘，不幸亏身不幸人，想起人间呼恩后，却说归还流落身。此生别笔书签，死后不会这口甜，只是还想再见一面。少年心心碎碎长，何必去痴心何妄，其实我